我对大东和孟强他们俩去打二 v 二，我觉得是我是非常有信心的，因为这几场球大东都发挥了他身体上的优势，而且他的自信心非常的足。那孟强呢，我觉得他也可以防内线，投篮还是非常的准，我对球队的射手是永远是充满着信心的。给了张宁，面对杨正，在左路自己熟悉的位置，犯规犯规犯规，漂亮。漂亮，第一发命中，好球，漂亮，两罚全中，威廉空位的机会，出手三分，命中三分，16-14，反超两分，还有六秒钟换人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换人坚决一点。我说好了，他就更慌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跟你说。他们投进了我们认了，他们打篮下我们认不了，为什么这篮他不好投？你们看你们也投了，是不是不好投？跟正常球馆是不是不一样？那不一样啊，我们要打点聪明的方法。张宁，这把咱们进攻你打个四，你我落底共享中间方，你落底直接要，或者是说直接要，你把他拉开，好心态啊。1、2、3，防守，对，他敢协防就这样，对了，两个命中，对不对？哎，强势的回应 ，J Team J Team， 加油啊！我都说这样好起来。你想郭艾伦长得就很跟张飞一样，哪个球员看到心里都哐当一声，所以我说你不要去把这个情绪表现在你的眼神、你的表情上面，我很害怕去影响到他们的情绪。我有时候太冲动，就得靠你拦着我。对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你就都别着急吧。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很着急。这世界很酷。